永丰十二年的号，身上竟带三件无级别，带满了八只死亡血宠。老王打开背包的瞬间直呼炸裂，究竟是何原因让他被永久封禁？明知道自己有十几年存款又无法使用，究竟是什么感觉？本期视频就深度带大家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号。本以为这只是一个被封的普通号，然而老王看到装备的瞬间被震惊了。哎呦我去，我的好哥哥，你也太有抻头了啊。炸裂，一个有五孔无级别衣服，四孔无级别头，那号在苦行虚空只需要花几百块钱就出去了，他却一直选择了待在这里啊！当时甚至还没有零式系统，再挂机165分钟才可以获得一个系统赠送的60G专用戒指啊！这个号一封就是12年死亡，当时的宝宝呢基本都是血宠啊，当时能带八只血宠的人也算是笑傲江湖了，八只全是死亡血宠，大家打 PK 就是看我谁能挂住你的大死亡，当时的地府可能还没有小死亡呢，只能靠大死亡。老板说这十多年你知道他是怎么过的呢吗？他总感觉卡里有个十几万，但钱不是自己的啊。以前找代店跑商，结果被人拿去开外挂了，被封了12年啊，就知道自己有个十来万存在了这个游戏里，但是一直提不出来。本以为只是简单的封禁，只需要缴纳一定仙域宝石金就可以出去了，然而当老王准备操作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角色无法移动，再仔细一看，原来被关到了禁闭虚空。禁闭虚空和苦行虚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，苦行虚空缴纳一定宝石金就可以出来，而禁闭虚空是被永久封停，几乎不可能出去了。老王也是给这位玩家指招，看能否联系客服申诉，哪怕多交点宝石金也可以，毕竟有三件无级别装备在身上，时隔这么多年，这三件无级别也是价值不菲。然而号主早已联系过客服，而客户仅给出了五个字的答复，我能帮到你。看到这里我们只能说非常可惜，所以大家也要引以为戒，千万不要用外挂玩游戏，否则后悔都来不及。